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9月22号，星期天，农历是8月24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好。师傅好。你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啊，请讲。啊，师傅，好想你啊，你。请讲。师傅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听得见。嗯。哎。好，师傅，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。哎。师傅，稍等一下，我找一下问题。师傅，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有点紧张，师傅。有个同修他开了一家诊所，就是呢有同修呢在里面帮助他们七度人，就是边帮病治病之后呢他就念不动经了，他想问师傅他能否在那个长期的诊所里面度人。什么没听清楚？什么在诊所里啊？啊，没错，我要重新说一遍，不好意思。嗯，同修开了一家诊所。嗯，渡人，然后有位同修呢，他也在里面一起渡人，但是渡了几次之后呢，他就念不动经文了。刚才请问师傅，他能否在诊所里长期去渡人？哦，累呀、啊，累呀、啊。那诊所里来的人都是有灵性的呀，病的呀，生病的人。哦，业障很重是吧？啊，业障很重啊！你当然，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救人，你到重病房去救人，和普通病房和没有生病的人。救人，你到底当然不一样的了。一个是预防生病，对的对的。一个已经生病进医院了呀。嗯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哦，那他就是现在就是不能再这样做了，是吧？随缘呐、啊，随缘呐、啊，否则再这样下去他吃不消的。哦、嗯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还有一个同修，他是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自己呢好像要出远门去参军，然后要去2年。梦里呢，他在想这2年如果不能回家，也不能打电话，像坐牢一样，有点不舍得家里人，心里呢一下子很难过。他请问师傅，这个梦什么意思？很麻烦的，他有个牢狱自在的，嗯，真的是牢狱自在啊，他有点担心，啊，会这样想的，会有的，他可能会某一件事情，是是某一件事情被人家揭发出来，有危险的，某一件事情。会被人家揭发出来，你去问他呀，不要问我，他自己最清楚。啊，好。他做错什么事情，他自己。需要多念消灾。对呀、啊，他这个已经预示梦了。一个人如果在梦中已经是这样的话，一定有牢狱之灾的。嗯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他是不是需要多念消灾和那个化解冤结的小房子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马上要念，好好念。你佛他还需要念吗？礼佛肯定要念的，礼佛，小房子都要念，嗯。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啊，师傅，还请你解一个梦，就是我做梦梦见的，有两个场景。第一个场景呢，就是我梦见和很多同修一起坐船在江上放生，然后呢，放生的水很清澈，啊，放生船也很大，船上装了很多的鱼。然后呢，梦境一转呢，我们呢一起呢就把船上的鱼准备搬到另一个小船上。放到小河里，同修们在搬鱼的时候呢，发现那个鱼全部变成银元了，就是那种民国时期袁大头银元了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发现呢，我们放生的那条河里面有很多人用鱼钩钩鱼，后面呢就来了警察，不让我们放生，他们还拿了一个仪器去检查我们这船的银元，他用仪器扫，说我们银元假的。然后梦里挺紧张的，请师傅慈悲解梦。这个就是里边有放生，里边有不如理不如法呀。这其实放生的地点还是放生过程中呢？很难讲，就是有些人在聚财的时候有不如理不如法，因为讲到银元就肯定不是地方了，是一定是买鱼啊，本来是鱼啊，后来变成银元了，也就是说。这些钱呢、啊、根本不是，这些钱已经有人在敛财了，或者放的少了，给人家给钱给的多了，或者怎么样了。哦，
这个呢就是跟我一起，我梦中那个放生同修呢，他就是经常帮助同修呢组织沙放生，然后都是放到大江里面的黄浦江里面的，然后也是租的船放的。要当心了，要当心了，他有问题，以后最好陪个人，派个人陪着他去看着他放了一次吧。嗯，我们都一起的，我们一起都是陪着的，就是这个同学我们也都认识啊。鱼到鱼到位吗？鱼到位吗？那也有可能，那唯一那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些鱼都要死掉的。嗯。哦。啊。因为现实中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两个放生地点，一个呢就是平时我们基地放生放到黄浦江的，另一个地点呢就专门为师傅您搭放生的地方，它是在外地。那前几天呢，我们刚为师傅放了4500只大甲鱼。嗯嗯，我不嗯，请问师傅这个提示哪个地点有问题呢？因为梦里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。啊，那肯定是那肯定是黄浦江那个有问题。嗯，黄浦江啊，那个师傅是指哪个地？黄浦江有问题。哦、黄浦江那里是。好好，感恩师傅你慈悲开示，我们回头再好好反省一下，看是哪地方。你看一看两个地方，因为旧银元的话，就说明物不是属实啊。你比方说你现在给放的甲鱼数量不足的话，你这个银元就是等于假的了，钱买到假的东西了呀。哦，他这个钱就变成假钱了。嗯。因为那梦里他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假的，可能是有问题。有问题嘛就要当心了，就是你要反正两个地方都要派人去、嗯、以后或者当地找几个佛友帮忙看一下。嗯，因为有时候叫人家放生、嗯、他如果是真他是鱼商就不行，他是当地的佛友嘛还好一点，好吧。嗯，好的师傅，那师傅感恩师傅。之后还有一个嗯同学的梦境，就是同学梦见小房子进攻处写着师傅的名字，他想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，是其实他要给师傅念小房子吗？竞争师傅啊，竞争师傅手啊，竞争处写了师傅的名字，他想问是什么意思。那是竞争师傅的要经者了，那他自己肯定有灵性了、啊、他想叫师傅帮他消业嘛。哦，但是其实他自己要多念小房子，还要给师傅念还是怎么？他应该自己啊，自己消业呀。他就是为什么写的师傅的名字？是您给他背业了吗，师傅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帮他背业，讲的那个一点嘛，就是背业、哦。感恩师傅，我不想多讲。哦、感恩师傅，背业嘛背多了，也不是一个人了。嗯。师傅，这次你发挥这么长时间，肯定很累。累。我们都很想你。很累，很累，非常累。嗯。嗯，师傅，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，就是梦里如果与灵性打斗，甚至把灵性伤害了、杀死了，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和礼佛呢？一般的，一般的很少的。梦里的灵性，你杀死他，是你的意识做错，并不是，或者，也就是说你在某一个意识当中你做错了事情了，意念出偏差了。杀死的灵性它会很快就会复活的呀、嗯、所以这个跟人间杀死一个人是两个概念的呀、哦、所以你只要念个21章应该就没问题。嗯，好的师傅，那是不是也提示这个同比如谁做的这个梦或杀死了灵性，是不是也提示他修心的慈悲心不够呢？还是其实哪方面呢？也不一定的，要看的。如果他梦中有鬼跟他打架，他有这个能量把那个鬼打死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个也叫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可以说叫打魔呀。哦，好的。但是如果你如果至少在梦中你把人家杀死，你这个嗔恨心很重啊，你还是要忏悔的。嗯，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还有问题，就是如果佛台背后的那面墙呀放一面书桌可以吗？佛台背后的那面墙放个书桌是可以的、啊、放一个书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对，嗯，但是磕头的时候最好不要坐人呢。啊，对，就是平时不拜佛的时候，就不上香不拜祭不拜的时候可以坐在那里看书啊学习白话佛可以吗？对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的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平时我们上香拜菩萨时，不是前面和后面都要磕七个头吗？有时候磕头太投入的时候就记不起来，有可能会少磕一个或多磕了一个，这样有没有问题啊？情愿多磕不要少磕呀。哦，就磕多了也没关系是吧？啊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可能怕磕少了，我就多磕几个。磕时候就多磕呀，多磕，礼多人不怪呀，没关系的。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现实中最近呢，有些许愿清修的女同学反馈啊，他们最近接连梦见和不认识的男子结婚，或者现实中呢，认识的男同事或者男同学有暧昧关系。请问师父，这些梦境是他们感情上业障激活了，与冤结激活了吗？还是说是应掉了感情的冤结？现实呢，其实并没有发生这些事情。然后许愿清修之后，除了念礼佛，还有忏悔感情上的业障，还需要念专门针对小事感消除感情上业障的小房子吗？从道理上来讲，应该的呀，就是如果根据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要念吗？要，能够念一点最好，因为你是化冤结呀。哦，那师傅，这两种小房子是有没有哪一个念效果更好呢？是不是先念化解冤结的，然后再念消除感情阶段的小房子，还是？其实从道理上来讲，化解冤结比感情上的小房子更好呀，因为化解冤结，因为感情全部都是冤结所致呀。那我们就是还是以念化解冤结为主。对，化解冤结，化解冤结不容易跟人家闹啊。化解感情上的问题，你化不掉，他再继续跟你闹啊。哦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同修现实中他发愿每个月给房子的要经者送21张小房子，已经坚持送了几年。然后呢，他就梦见他们家楼梯口排了很长队伍，然后还有警察维持秩序，还看见很多人坐在小板凳上排队，看见排队秩序的人站就像阳间一样很安静，没有吵吵闹闹的。他梦里知道不是他的要经者，他想请问师傅，是不是他许了这个愿招惹了很多灵性，是不是自己闯祸了？他许了这个愿之后，这个灵性就算来的也是他的，过去跟他大大小小冤亲债主啊，有深有浅的，他都会来的。啊，说他许愿给他自己家的房子要经者送，这样也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问题来了这么多，你就得麻烦了呀，你不能许泛泛讲的呀。对呀、啊，他现在就是来了很多，一下就是来了很多接受不了你，他来找你了，你不给他念，他就搞你了呀。所以愿不能乱许的呀。那说完先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要听师傅的教诲，好好的跟着师傅开始去做。对呀、师傅，那现在他应该怎么祈求和化解呢？这个问题，祈求和化解就是跟菩萨忏悔呀、说凡人肉胎，不懂事情，讲了这个话，请观世音菩萨帮我慈悲，我现在尽量在超度他们。好吧，就是这样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他们，不要这个愿可以改为以后不要伤害我，要这么讲的呀，请他们这些灵性。好，感恩师父。那他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愿可以改掉呢，改成送给自己的药精者，然后针对此事念礼佛可以吗？已经发出去的愿改起来，前面这个愿人家不愿意走，你也是成立的呀，这个已经成为历史了呀。所以最好不要乱取愿呀。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我会让他听录音的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。你太太说我一辈子跟着你的，后来他改变了，那你为什么每次吵架的时候说你不是说过吗，你一辈子跟着我？人家可以执着于你前面那句话的呀。你改变了，明白吗？对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所以那许愿还是要谨慎，一定要谨慎，非常谨慎，自己做。做个愿力很不容易的，所以人家要做的愿力一定要做到的呀。对呀、师傅，你这么大愿力，接触这么多众生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我们都看着。要做的，你不做，天上菩萨护法神都看着的。
倒霉的，你对的，不我要忏悔，我也忏悔，我修的不好。嗯，明白。你好好的许愿。嗯。师傅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实中有位老同修啊，今年63岁了，平时很精进，最近一年呢，他的心脏不好，医院诊断呢是房颤，心脏跳得非常快。他为此事呢许了1200条鱼，然后小房子108张一波，一波的不断的送，经常呢晚上复发。他想请教师傅，这是他前世的业障激活了，还是身上有灵性导致的？他是该如何化解？像这种经常复发的话，就是药精者太多呀，过去一直没还清楚，他积重而至的呀。嗯，他会一直过来要的呀。嗯，哦，要当心。那他是还是要继续要努力向念经忏悔和送小房子是吧？对对，必须的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你也求观世音菩萨师傅你加持他能够好好的念经忏悔消业障。对啊，很多人要靠加持的呀，不加持的话不行的呀。嗯，就是你火车跑的话，开始的动力很重要的呀，明白了吗？加持就是一种动力。菩萨给我们是非常重要。嗯，那个动力。嗯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嗯。好吧。师父，还有个问题就是，感恩师父。之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位老同修的，她年轻的时候呢，为了帮老公回城，她老公是知青，她就和别人假结婚，和老公呢假离婚了。然后老公呢顺利回到城里以后呢，她现在又和老伴呢办理了复婚手续。但是后面呢，她为了那个落户口呢，她又因为还有退休金的问题，她迫于生活压力呢，想领低保，又和老公呢办理了假离婚。就是他两次假离婚，一个是为了他老公落户口，还有一个就是为了领享受那个城镇低保，还有半年的假离婚。这样呢，学佛之后觉得这样做不好，现在呢想和老公复婚呢，老公也不愿意。最近呢，菩萨托梦说他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他很难过，他为此呢念了很多礼佛，他想请师父慈悲开始他应该怎么做，他不想继续再骗低保了。没用了呀，已经尝试过了呀。没用了呀，她老公已经不要她了呀。嗯，她命根当中跟她老公就两次婚姻呀，她这个做了之后就没了呀。哦，这也是啊，硬掉了呀。嗯，硬掉。哦，这也是给她相当于是前世的姻缘。就是啊，就是命中当中离婚了呀，一样的呀。嗯。哦，就是命中已经离婚了。那她现在，她因为她是在领着国家低保嘛，她就是假离婚嘛。嗯，所以她觉得内心很有愧，她想问师父，那她现在不，她老公不愿意跟她好了，不是真离婚了吗？就这么简单了。这是在受报是吗，师父？啊，对呀，真离婚了呀，现在。哦。啊，现在不是假离婚了，现在她老公不要她，她不是真离婚了。对的，就从人间来讲哈，其实缘分已经没有了，法律上已经不同意，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。所以她现在领这个低保是合法的呀。啊，那他现在要针对此事要念多少礼佛和小房子呢？像这个一直念的，念到心无挂碍了。哦，一直念到心无挂碍。对呀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你已经造成了这个业果了呀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，师傅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同修的母亲从过年开始，就面部啊抖动的非常厉害。那最近呢，他。头部呢，他为他母亲呢头部许了69张小房子和200条鱼，为面部走动的那个许了49张，鱼呢一直在放，他想问一下，他母亲今年49岁，他想请师傅开示，同修还需要做什么？还需要做什么？要做很多了。对，面部他母亲就是面部抖动的话，有实际上就是神经炎呀，神经呀。明白吗？这就像小中风一样那种。啊，很大的麻烦，很大的麻烦。他母亲是不是要需要吃丹参片，还要加上、那个？肯定的，100%的、那个、面瘫了，已经抖动，已经是面瘫了。明白了吗？哦，嗯，明白了。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嗯，那他需要为他母亲念礼佛念多少遍呢？像这个一直念的，又要念消灾，帮妈妈要念消灾，
然后自己还要念、哦、念很多。好的，感谢师傅慈悲开示，我到时候让同学听录音。嗯，之后还有一个梦境，就是同修梦见自己头顶的头发秃了，只剩下一点点。梦里意念告诉他呢，是皮脂腺分泌过剩导致的。现实中呢，他的头发的确比较油，然后掉头发比较厉害。他想请教师傅，像这种情况，他应该怎样化解？化解，讲老实话，皮脂性油要经常保持洗头，用好的那个洗发水，然后嘛自己念经，不要想的太多。你去看为什么这种经理级的人物都容易秃顶了，想的太多了，压力太大了，明白吗？哦，啊，明白吗？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呢？什么？饮食啊？啊，是啊，感谢师傅慈悲开示。饮食方面，饮食方面第一嘛。不要吃的太油啊，油脂性太高，它会在他的身上每个部门每个部位都会显出来的呀。你比方说你油吃的太多，油脂性太高，它这个皮性油脂啊，皮肤啊都会油的呀。所以过去说吃什么脸上脸部就会长什么呀，就这个道理呀。所以很多人吃的乱七八糟东西太多啊，脂肪胆固醇太高，它不能帮它消化了，它就在它的脸部皮肤部就出来了呀。所以一个人想的太多，脑筋动了太多，他当然了，他的大脑运作太快，他头发就不容易生长正常呀，运作正常呀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哎呀，我们都不懂这些，他还是比较重口味，经常也喜欢吃油腻的、吃辣的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很容易的，再加上脑子里一直在想啊，在用啊，那么就其实这个对他脑子天天想事情，一天到晚都不是想事情，所以就是这个情况也挺严重的。想到后来嘛，就是人家说就是不长了呀，头发不长了呀，没有办法了呀，你明白吗？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嗯，那师傅啊。我们今天在那个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道场，给你祈福拜地藏王菩萨，然后打电话的时候我求了地藏王菩萨，也打都打通了，真的是感恩地藏王菩萨慈悲保佑，师父保佑心灵法门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。师父行弘法以来非常的辛苦，我们在为师父祈求。好，好好努力吧啊！对吧，我这边还有个同学，他要跟你说两句话，可以吗？啊。喂，师傅你好。哎、啊。喂，师傅你好。哎、啊，你好。您听得见吗？听得见。哦，弟子给您请安啊，师傅，对不起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啊、就是师傅、啊、有位同修，前两天就是做梦梦见呢，他就是在梦里就是让我去办一件事情，后来我去了之后呢，不听他的话，我就走了之后呢，他就在梦里就是骂了我。骂了我之后呢，就是他的安慰他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，说我去了一条。去了不好的地方，是一条不归路，他们夫妻两个要去救我，穿着盔甲去救我找我，后来那位师兄就做梦做醒了、嗯、我想请师傅开示一下，就是我是哪方面出了问题。一般的如果他说你一般的如果到下面去的话，你就是犯戒律啊，如果他做梦做到你在下面的话，在下面的话就是犯戒律啊、嗯、听得懂吗？嗯嗯，他做梦是做梦里边的，就是说，他骂了我，骂了我之后我走了，我走了之后呢，他就很，我听不见了。嗯，在忏悔，就是不应该骂我。后来他先安慰他说我骂我，所以说请师傅开示一下，是我修心哪方面出了问题？因为你刚刚断断续续的，就是他这个梦。他开始骂你，后来又跟你赔礼道歉，是不是？对，他赔礼道歉，他就很后悔，梦里他在梦里很后悔，就在骂了我。后来他先生就安慰他说，他是骂我师兄没关，骂我的师兄没关系，是我要走了一条不归路。他们夫妻两个还就穿盔甲，就找我。听不见了。反正记住了，反正记住了，人家骂你的话，就是说明你太执着呀，太执着。嗯，明白了吗？一个人不能太执着了，明白吗？好吧。我忏悔，我感受。啊，你要。后来我为了这个梦。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都会犯错误的，最主要问题，犯错误没关系啊。
明白吗？嗯，这是对不起，我忏悔。明白吗？我为了这个梦，我许愿了108遍礼佛来忏�悔这个事情，还许愿了21张小房子，就是消除自己的业障，能够正心正念的去学佛、嗯、修心，不知道够不够。是这个是对的呀，一个人梦中提醒也好，都是为你好呀，听得懂吗？嗯、是的，我也一直平时都小心翼翼的，如履薄冰的去修。就是跟着观世音菩萨，跟着师父，小心翼翼的，小心翼翼的修，小心翼翼的修嘛，要好好修的呀。你现在如果他梦中、嗯、梦中这么讲你的话，你当心点，有这戒之无这加冕，也用不着这么自卑的呀。你如果觉得你小心翼翼没修错，你就好好修下去嘛就好了。不是师父，他说梦里我去了一个不走了一条不归路。请师父开始。他说你了，你就是了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哦。你自己做什么事情你不知道的？你是不是在走不归路了？你没有啊？没有你去害怕干嘛啦？我。哦。你不是说你小心翼翼的吗？除非你自己是做坏事了，还要在这里嘴硬，有什么用啊？不是师父，因为我自己智慧不够，我就害怕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，我也害怕。有什么害怕？有什么智慧不够啊？嗯，你自己修行修到后来越来越糊涂啊，脑子都没有的。师傅、哎、没智慧呢，哎。师傅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讲啊。喂，师傅。听得见呢、啊。哎，我听得见，他自己挂掉了。一个人很可怜，自己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一个人连自己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你做得好做得坏，你这种人不要出事的。人要负责任的，讲出来的话，做出来的行为，你都要给自己思维，全部都要负责的。真的。说出口，人家过去说了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，不是这么容易的。讲出话，出门不认货啊，人家说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啊，收都收不回来的，除了后悔还是后悔啊。所以人生不要随便讲话，不要随便做错事情。你既然要知道以后会受报，你为什么要做啊？很多人做事情的时候根本不当回事的，做完了再后怕，烂不烂的？你告诉我，什么烂的？烂人的真的是，自己要面子的时候根本不顾自己的形象的。喂，喂，喂，讲啊。哎，你们这些烂电话线，真的是。师傅。好了好了，刚听得见，刚听得见。不是我听见吗？讲吧讲吧，讲吧讲吧。我听不见啊。听得见的。怎么回事？听不见。没有那么简单，要等一会儿。喂。听得见的。喂。喂。没听得见不啦？喂，喂，听得见不啦？哎，你看看，哎，人就是这样，再坚持一下嘛，可能就听得见了呀。他不坚持嘛，就挂掉了，没办法。一挂掉要十几秒呢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讲话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，一个人要自觉。要有自信啊，有的时候要自怜，自己很可怜自己，对不对呀？啊，所以一个人自己没有自悟，没有悟性，那么就慢慢的做错事情，伤害自己，到最后嘛自残呀，对不对呀？脑残嘛就是自己做出来的呀，残疾呀。喂，喂，你好，喂，
请讲。喂。啊。喂。怎么搞的了？都是，这是这个情况。喂。听得见不啦？喂。我听得见你声音啊。喂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喂。喂。听得见的呀，怎么会听不见的？喂。喂。喂。喂喂喂喂。听不见。听得见的呀，再试试看呢、啊、再坚持一分，再半几秒钟吧，看看他会不会，他每一个烂电话他都是让你接通，他开始掐紧你的钱。你看他这么烂的，真的是。电话线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没办法，怎么会打进来接不听不到的呢？刚刚那个人不是我都听到的，没办法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，一个人要自我检查，要自我的来改变。靠别人呢、啊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靠得住的，自己亲自去跑，自己亲自去验证，你才有可能啊把这个事情改变过来。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改变的，自私心在内心啊，他都没感觉的。就像一个人化了妆之后，时间长了他忘记自己化妆了。喂，喂，你看，圆通话汽车。喂，喂，喂，你看看，喂，房子人。喂，你看看看，你看看看。打通了都不珍惜的，哎呀，我也无语，师父没办法，随缘嘛，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随缘的。你看看打通他都不接，哎呀，真的要命了，没办法，人生很多事情就是失去的呀，机会失去了，电话打失去了还可以再打，人生做人失去了就没了，啊。知道道理都知道，到时候做的时候就忘记了，也没办法，一个人生就是靠自己。喂，现在是我急他不急。喂，哎，讲吧。喂，喂，喂，听得见吗？喂，喂，听得见吗？嗯、哦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哎，喂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弟子给您请。嗯，师傅听得到我讲话吗？听得到，讲吧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问一下，就是灭油灯的时候可以用全新的玻璃小酒杯当做盖子吗？什么油灯？灭油灯是吧？嗯，对，就是灭油灯的时候、嗯、拿那个小酒杯啊。嗯，对，他们有的同学会拿一些就比较全新的像小酒杯的一个小杯子、啊、它当做盖子把它灭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同修梦到一只胳膊上纹着一朵粉色的莲花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一只胳膊就是莲花已经进入他的内心了呀，蛮好的呀。哦。嗯，但是现实当中不能纹身就是了。哦，好的好的。还有就是师傅在这次欧洲法会好像看是在飞机上念礼佛大忏悔文，就算不是大日子也不是参加法会也可以念诵超过七遍以上，那么请问一趟飞行最多可以念诵几遍礼佛啊？看你能念几遍的，师父念21遍。哦哦，好的好的，明白了。那还有就是，请问打火机可以送人吗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送礼方式，送打火机干什么呢？人家家里缺你打火机啊。哦，打火机嘛，自己去买了呀。打火机送人、嗯、从玄学上来讲嘛，你给人家送火呀。哦。他家里着火了他就找你麻烦了，他就说你找他麻烦。嗯。嗯。哦，好的。
嗯，那那个家里能不能否种，种植芦荟啊？同修想问。可以的，芦荟可以种植的。哦、好的，好的。师傅，同修的婆婆刚去世，还没过49天，同修就想在婆婆的房间里设佛台，但是先生不同意，想要重新装修房间。那这种情况能在亡人的房间设佛台吗？最好不要。哦，你敢去不啦？我不敢。好了，很简单了，你都不敢去，你叫人家怎么去啊？对不对啊？你说。你说一讲的好听一点嘛，亡人的房间；讲的不好听嘛，你在一个殡仪馆里边，你说我设个佛台，你敢去拜不啦？嗯，不敢。啊、嗯。那他们最好是过了49天之后，过段时间重新装修房间这样子。嗯。再，嗯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嗯，还有就是，凤檀香味的精油。同修说好像之前听师父开始说放檀香味的精油可能会有菩萨也会来，那同修想问睡房可以放这种檀香味的精油吗？你可以啊，你放好了，你只要干净你怕什么？菩萨来，菩萨你们还要把菩萨放在心上呢，你还怕菩萨来啊？菩萨来嘛最好。嗯，对吧？嗯，好的好的。还有就是一位吃全素的同修因为身体原因想吃一种保健品，但里面有牛骨提取物，同修就问菩萨可不可以吃，菩萨梦中开示出淤泥而不染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可以吃啊，这还不懂啊？哎，哦，出淤泥而不染不知道啊？这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啊，你不要染着嘛就好了嘛，你不要去想啊、哦、这个东西，因为它不是为你，这个东西菩萨已经跟你说出淤泥而不染，这还不懂啊？哦，明白了，哎、笨的了。好的哈，嗯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你记得、啊、昨天有一个图腾，师傅看了，就是说这个女同修跟她妈妈就是吵架，然后师傅说就是她妈妈告状了，然后她折寿了这个问题。嗯，告状了，她妈妈本人折寿了、嗯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因为我当时也时间比较紧，然后我也没敢问她，像她妈妈这样子。告状菩萨了，然后就被气嘛，很气，气得了要命，然后告菩萨了。那师父说的他折寿了，这种一般是折寿多少年啊？他啊，不会多少年的，一点点的。哦，一点点。哦，折寿可能半年几个月了。哦，好，明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明白了。嗯，知道了。好，感恩师父，我让他还是好好改。然后，师父还有问题。就是就是同修就是说回到老家的时候在包里放有脏衣服，还有来月事换下来的内裤在塑料袋装着，同时还把红袋子包的经书和小房子等放在同一个包里了，这种脏衣服和法宝好像没有直接挨着，路上大概有6-7个小时，那经书还能用吗？其实嘛是很不好的呀。嗯，对，这个是已经很不好，这个气场绝对受影响了，最好吧换一本了、哦、不要再搞了、嗯、好的，他礼佛要念多少遍啊？7遍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博客回复同修是说不要用的，但同修们现在还在讨论，还有分歧，觉得可以急救，就想让师傅确认一下，就是现在已经转修其他法门的师兄，以前呢是结缘给共修组的自存小房子的，那现在还可以用来结缘给需要的师兄们吗？他现在如果不好好修了，这小房子没什么大用。哦、嗯、好的好的、嗯、行，我知道气场跟着人名字跑的呀。哦，我举个简单例子、哦、好吧，这个人过去是个好人、哦，大家都拿他的东西，哎呀，他是好人给的呢。嗯。现在他是坏人了，你拿他的东西，就算是好人时候给的，你现在敢用不啦？哦，我明白。明白了吗？好了。嗯，明白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嗯，还有就是现实生活中就是同修说，师父在荷兰的时候开示，就是说你们记住了，以后一件大事情想要把它念掉的话，许愿。姐姐咒一万遍，一万遍以上它就灵了。
同修想请问，这里说的任何一件大事是指比较深的冤结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比方说姐姐咒你念一万遍以上，嗯，那么化解跟谁谁谁的冤结呀、啊、哦、好的，那如果有的事情不是冤结所致，比如说求考试顺利，就应该换，是不是应该要可以换成一万遍的准提神咒啊？可以这样吗？可以的。哦，好的，师傅有一点累了。不是有一点，有很多点这样。很多点。刚刚回来，嗯。而且倒时差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倒时差呀。师傅，你先休息吧，我分享一个文章，很快的，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位老妈妈，就是学心灵法门3年，癌症晚期转危为安。老妈妈今年她76岁了，3年前73岁关节的时候，确诊为肺癌第4期，最晚期，并伴有胸积水，已经丧失了手术的机会，准备吃一些中药，维持到哪天就算哪天。然后女儿全家都在修心灵法门，向老妈妈推荐讲述心灵法门的灵验。老妈妈当即在佛台前许愿吃全素，半年内呢放生5000条鱼，一年内烧送小房子1000张，之后每天做功课念小房子，并在4个月内放了5000多条鱼。期间的求医过程非常非常的顺利，然后即使也用上了药，4个月后复查，肿瘤居然缩小了，而且胸水减少了，9个月后再去复查就没有发生转移了。现在呢，老妈妈就非常的精进，她每天念诵3到5张小房子，然后呢，到2017年7月提前2个月烧送完许愿的1000张小房子，病情稳定。从确诊癌症晚期至今已经整整3年了，是心灵法门3大法宝使老妈妈转危为安，让他拥有现在充实快乐的生活。现在老妈妈每天在做功课念小房子，然后坚持放生，然后听台长的录音，阅读白话佛法，然后每日就法布施1到2条，然后每天还要去散步1到2个小时。2019年还参加了新加坡法会，法会回来老妈妈就梦见台长到他家里来了，还梦到一只大乌龟，然后延寿了。他就是想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听到了啊，听到了、哦、嗯啊，师傅听到了感恩师傅。师傅你如果很累的话，你睡着了其实你也是在做各种各样的梦，也在不停的有在帮助别人，法身呀，法身出去呀，嗯、哦、所以醒过来都是很累的嗯，你我问你、哦、你做梦你会累不啦？你嘴巴都会累啊，就像真的一样。对啦，就是真的呀，嗯嗯，人生我告诉你了，晚上的梦啊还醒得过来，白天的梦啊、哦、醒不过来的。也就是说、哦、很多人白天以为是醒过来了，实际上是在他真正的人生的虚假的梦幻里面。听得懂吗？哦、啊哦、听得懂。 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还有几个问题，我问短一点。师傅开示过家里的床下面是箱体的不好，就是像箱子一样不好。那请问如果把下面抽屉板子拆掉，这个床是否可以继续用啊？可以的，就是放箱体也可以用、哦、只是放什么东西啊，不要乱放、哦、放了不好的东西对身体有影响的呀。哦，好的，行，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始。然后还有就是同修吃全素了，自己做饭吃得很干净，但他最近总是梦见大葱大蒜。现实中他发现养金鱼的鱼食里有大蒜粉、磷虾蛋白等荤的成分，请问做的梦和这个有关系吗？完全有关系。嗯，当心、哦、当心一点吧。嗯，当心一点。那他这个需要念礼佛吧？要。哦，要念几遍啊？21遍。21遍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还有一个梦境，就是同修梦见坐公交车上来了一个认识的妇女，抱着个又黄又瘦的小男孩，一看发现是死胎。他说好不容易生个孙子，竟然死了。请问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啊？生了一个孩子啊？梦里就是说
梦里就是上来一个认识的妇女，抱着个又黄又瘦的小男孩，一看发现是死胎，他说好不容易生个孙子竟然死了。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哦，好不容易生个孙子死了，他命根当中还应该有孩子。哦，命根当中还有孩子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像师傅问一下，像这种皮肤病啊、骨头病啊，都可以每天念108遍姐姐咒求南京菩萨治病，一般念诵一个月。那同修就想问，一个月后他病情还是没有完全恢复，没有好，能否继续这样念啊？可以，可以的。哦，还需要调整数量吗？还是一直还是108？不要，这个哦，这个数量已经蛮多了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感恩师傅。还有还有就是。有个同修想问，就是说，师傅之前开示过家里不要放太多空白的小房子，一般不超过1000张。那么同修就想问师傅，空白小房子如果用红布包着的话，最多能放几张啊？很多，放在小房子里都可以。哦，很多，跟1000张超过也都可以。对。嗯，好的好的。还有就是，就是想问一下师傅，同修就是帮助佛友设佛台，他们呢专门有一个群，就是远程助念，比如说他们当天设佛台，群里就发通知，然后没去的同修就一起各自为这位设佛台主人念大悲咒心经，这样子可以吧？可以，不要有影响就好。其实人不浪费时间，境界就在提高之中呀。不要去怪人家呀，不要去人家境界低，讲你的话你就境界被他弄低了，那你就是没有坚强的意志呀，明白吗？师傅，你是在回答我的问题还是在回答梦中的问题啊？梦中的问题。感觉有点怪。好了，你再问吧，我现在回答你现实问题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就是想问一下师傅，同修帮助佛友设佛台，专门有一个群远程助念，比如他们当天设佛台，群里发通知，然后没去的同修就一起各自为这位设佛台主人念大悲咒心经，这样可以吗？效果一样吗？可以啊，远程念经的话嘛，不要念小房子呀，否则会背的呀。明白吗？嗯，这叫法喜呀、啊，这叫同喜呀、啊。哦、人家只是你沾喜呀、啊，因为人家有好事，你也有喜呀、啊。听得懂吗？明白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感恩师傅。师傅，你刚刚回答我的其实是你梦里回答，但是你梦里回答的，就是对方也收得到的，是吧？也解决了对方的问题、啊。我问你啊，如果北美的同修晚上做梦做到我。那么是谁回答的了？就是刚刚师父这么回答的、哦。对，法身回答一样。法身有他法身，一个人法身是什么呢？法身，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就知道了。你比方说，你对某一件事情，你自己脑子里产生一个观念了，对不对啊？你说你对这件事情产生一个观念了，那么人家比方说问你是昨天问你一件事情。或者前天问你一件事情、你在脑子里知道这件事情要回答，但是你当时没回答他。那么你是不是在脑子里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有一个答案了啦？对对对。你这个答案你储存在你的大脑里，你任何时候发射出去人家就收到了呀。听得懂吗啦？听得懂。有的嘛是人家来拿了呀、直接过来拿了呀，你脑子里已经有答案了呀。好的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慈悲开始。师傅梦见挑扇子买扇子，然后那种纸的这种折扇有没有什么含义啊？折扇要散掉了呀，不好的呀，折扇不是、折扇就是分离呀。分离啊、不是太好的呀。好的好的。我再问几个问题。同修血压低怎么办？因为他已经许愿吃全素，也已经许愿不吃鸡蛋了。同修，哎呀，血压低最简单了。血压低、血压低这个人呢，有注意几点嘛就好了。经常多讲讲话。血压低的人讲、血压人话多了，血压就高了。多度人咯，血压马上就高起来了。
好的好的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嗯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今早有一个师兄梦到自己的女儿，她两年级升三年级，到了一个好的学校，同修去送女儿入学，学校特别不错，老师教的多，学的东西也快，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喝功德水，这样营养才全，好像是一个周一周必须喝一瓶功德水，学校定期会检查学生喝功德水的情况，不合格就会惩罚。同修就看到那个装功德水的瓶子，同修就告诉女儿快点喝功德水，这个是梦。那同修就想问，梦中每周必须喝一瓶功德水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得到菩萨的能量加持呀。哦，水嘛就是让他心里平静呀，说明他的内心现在不平静呀，很多的贪嗔痴慢疑都是来自于心呀。嗯嗯，明白吗？好的。嗯，这个梦是不是也要提示这个孩子也要做一点功德，让他积累功德？啊，肯定的，这个做功德用不着讲。嗯。哦哦，明白了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最后一个问题，同修发上来，他说很多同修就是最近跟许愿放生十万条鱼嘛，然后他们一般都是说给全家一起放生十万条，或者是很多年放生十万，这个大愿一许，很多人都有很殊胜的感应嘛。现在有同修就是专门可能建一个许愿放生十万条的群，大家都想把自己的愿力发到群里给大家看，很多人也感受到感染影响。那中秋节的时候有超过大概350位博友都发了这样的大愿，请问师傅，就是可以这样子一个许愿放生十万条然后建这个群吗？我觉得建群的话，只要对众生有益的话都可以，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很多人很穷，他鱼都买不起的，你这样的话不刺激人家？放生并不是炫富啊，听得懂吗？放生你啊，我放十万条的人建个群，不可以这样的。那以后建一个有智慧的群好了，进这个群的人都是很有智慧的，那傻傻的人都不能学佛了，不可以这样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让他们听录音。好，其他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。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啊，师傅你好好休息。啊，再见。啊，好，师傅再见。再见再见。倒时差真的很累，哎呀，真的。就是说现在白天啊，那个地方是晚上睡觉，那你因为一直在那个时候晚上睡觉的，突然之间你到了这个南半球了，回到澳洲之后呢，你这个睡觉的时间你不睡的话，你的头重脚轻啊，然后呢思维就不集中啊，就人就乱窜了，思维就乱窜了，就乱跑啊，所以很多人杂念多的人收不住心的呀，心一乱人就乱了呀，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，他一要收住心呀，叫都摄六根呢，对不对？你每一个心都要把自己要都摄住。喂，王师傅。哎，喂，王师傅。哎，师傅，昨天打通不通电话的时候，他就说，那个。师傅感恩你。我就是在想，就是我这电话费不够了，所以说就挂了，你还在慈悲我，还在给我看图腾。师傅真的感恩你。我就是在想，真的如果要不是因为佛法的话，就是您给我开49张小房子嘛，我就是在想，如果要是没有遇见佛法的话，我跟他可能冤结就是可以说冤冤相报，真的就是没有完。我就是从这件事上，我都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能够让我闻到这么好的佛法，让我闻到这么好的心灵法门，也感恩师傅能够让我从那么多的信众里，1000万信众里成为一朵莲花。师傅谢谢你，谢谢菩萨，感恩您。我也感恩您能够让我现在脱离了那个环境，我现在从那不干了，已经离职10多天了。我现在也是一个师兄指点我，我才知道我应该早就离开那个环境。就是我在那里，我以为我在那个小环境里，我以为我获得了
就是很开心，就是功名利禄什么的。但是现在我离职了之后，我清醒了，我才发现我真的这就像梦一场一样。对呀、啊，我感觉我真的傻不傻？你说你傻不傻？太傻了，我太傻了，师傅。你很多人，我你说很多人在婚姻当中也是的呀，昏了就昏掉了，听得懂吗？都是这样的。真的，我多亏当时跟一个师兄打电话，师兄就点醒了我。他说：“你到哪要获得什么？你要是获得钱财，你就搁这干着；你要获得修行，你要知道你自己来人间是做什么的。你是菩萨呀，你是莲花啊，你要好好帮助师傅弘法。”然后我觉得他这一句话，他点醒了我。我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的，我就辞职不干了。当我辞职之后，我真的我自己在坐火车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我在笑我自己，我觉得我真的太傻了。我这一年时间，我什么都没获得，我没有给师傅打电话，然后我也没有时间打电话，我半夜下班，然后我真的失去了太多。我都这段时间，我都梦不着师傅，梦不着菩萨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你要记住一句话。明白吗？这个世界上只要记住一句话你就知道了，就是说你自己活得要有意义。如果你今天还够吃够穿，你就应该做好事做善事。你今天说没有饭吃了，你就必须去打工。如果你今天还能有饭吃，说明你还有这个福德，那你就应该多为众生，多为别人想，对不对啊？你到了今天为止你还不能为别人想， 对不对啊？那你就是在伤害自己了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说为了一日三餐活着，为了一个活着而活着，那是很可悲的一个人呢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感恩师傅，谢谢您。我现在自从看了《佛子天地游记》之后，我也知道了很多事情不能做。原来不看那些时候，我没有悟到那些。我也感恩师父，感恩心灵法门，感恩菩萨能够让我从佛法里边知道这么多这个地狱的苦痛。我也从此就是能扫掉很多很多业，我也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扫掉很多业，你要记住啊，你死了就不会下去了。你因为知道下去的很痛苦，你就不会下去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，谢谢师傅，感恩菩萨。好的，那请师傅和观世音菩萨能够加持我，然后能够多做功德。我要自己念经消我自己的业障，做功德消我自己的业障。我今生把我自己超度天上做菩萨，我要好好弘扬心灵法门。现在我自由了，我要好好弘法，我要感恩菩萨对我付出的一切。我在新加坡大法会上，我当时就是一个感觉，就是一定要一次修成才能够报佛恩，否则所有的一切都是菩萨对我们这一辈子就真的就白玩了，就是不叫白玩，叫白来了，不叫白玩，白来了，对，就这意思。是的，是的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行，那我谢谢师傅，那我自己让自己背，我不跟师傅唠了，我那个电话费又到了啊，再见，师傅，感恩菩萨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真的，人生很可怜的，真的很可怜的，哎呀，好了，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电话还在不停的响，哎呀，真的也是可怜，师傅。因为很想这个再回答他们，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，今天这个状态也不是太好，因为时差还没倒过来，所以请大家多多原谅。好，那么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学佛。